嘉义的眉山有很厉害的富裕，所以这就是包吃包住了。会有机会看到有鸟在里面的吗？哦，超香，超香。然后放在那个大树上面，哇，飞鼠竟然住在里面啊！就在里面，在里面，在里面。周日晚上9点，八大第一台27频道，台湾第一电台塑石油95+。